透。喝水变得比较好一点。还有一个乌龟，饵料面包虫试试吧。笨的，哦，一条鱼。原来生小宝宝，
大家好，我是吴白。下午还有事情，就钓到这边来。虽然有钓到一条鲫鱼，不过呢，就把它放走吧，让它继续繁衍。不过这边阿福很多，鲤鱼其实也不少，只是被抓到可能不太会咬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